听说大师兄这次画的是蛟龙出海图，那可是连画院老师都很难驾驭的绝世画作啊。太厉害了大师兄。是吗？看来大师兄早已有画师手段，只等三个月后的考核了。大师兄，此番能再见你作画实在是我等的荣幸啊。是啊是啊，快让我们品鉴品鉴吧。对呀、啊、大师兄，就是啊，快让我们品鉴品鉴。明阳展图。好，大师兄，笔下生花，子龙惟妙惟肖。父亲派来的案子在何处啊？那呼之欲出之事啊！你看，没错没错没错，说得好。所以啊，大师兄不愧是我们的第一画师。第一画师，第一画师，第一画师，第一画师。